的这一个团体呢，就是我们的鹿东国小。他们呢非常的不简单哦，因为他们的舞马呢也获得了今年全国学生舞蹈比赛国小团体 B 古典舞的丙组特优哦，非常的不简单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从他们的舞蹈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舞步啦，以及手上的道具哦，是象征着瑞气祥云、祥云飘渺。那么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这一个曲目呢，正是麒麟踏云照祥瑞。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鹿东国小。
掌声鼓励，相当精彩的演出。